那不行，我睡地上，你睡床。好。别拍！我是说，你睡地上，我睡床。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当然是钟无媚把你带来的。系统局。系统升级了。思班，恭喜您绝处逢生，自动进入到下一章节。现在您所属的位置是南烟。南烟，你醒了。我睡多久了？快一天了吧。你这个人又这样，擅自做主把我带到了这儿。现在正是南烟好风景，我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。那你散心，你需要？你永远都这样自说自话，哼！反正你都已经跟本王出来了，回是回不去了。我已经跟客栈老板说了，我们是两对夫妻，正好呢，客栈也只有两间房，就只能委屈夫人你和我同住一间了。谁要跟你住？哦，那你就只能露宿街头了。那不行，我睡地上，你睡床。好。别拍！我是说，你睡地上，我睡床。一言为定。我听说，这儿最好的绸缎铺。没兴趣。张继说，街上有特别好吃的烧饼。我不饿。那我就只能自己去了。有些人怕是无福享受了。老板，来两烧饼。哎呀，来的早不如来的巧，刚给你包好了，拿好了啊，可好吃了。给。哎呀，姑娘你怎么穷了呀？发财了。夫人也是慕名而来吗？夫人，还在生我的气啊？谁是你夫人？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别挡道。哎，旭旭。怎么办？王爷、王妃他们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喜鹊，哎，来了，没事啊。